Think big and make it big。 我们曾经做过这么多东西，且还做得出来，对我来说，这已经是一件很疯狂的事。我们的房子、飞机、病房都是前所未有的，这些挑战就是为了完成最终一个大愿景。所以你知道，你不得不去应付这些挑战。当你感觉自己在做的事情可以帮助到更多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所练的这些功夫是有价值的。我一直都认识艾德米斯，因为任何只要在乎手表的人都会很喜欢他们的经典款，那就像 Big Pilot 或者 Portuguese。 每一个螺丝齿轮互相牵动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一个像是一个机械的心脏在你里面，这些微微的震动会在你身上让你感觉很有存在感。自己本身很喜欢飞机，恰好 IWC 的 Big Pilot 就是跟飞机有关的一款手表。我喜欢把旧的机械表，尤其是有故事性的，把它重新的翻修出来，用旧的东西继续把它升华，把这些好的设计好好的保存下来，然后让它可以一直的使用。这也是我们一直向往在做的事情，有趣，而且非常有意义。Today I don't just drive for myself. I'm a driver of change. I'm a big pilot.